真是活久见了，这小鱼抢着想要被吃掉，不一会儿又给吐出来了。看这情况，是消化不良了吗？原来这鱼学名雌雕，这大黑货就是他们的母亲，为了能高效育儿，就把孩子保护在肚子里，雌雕这名字可能就这么来。不仅如此，小家伙刚生下来就被吞进肚子里发育，而这一切都被另一边长得像鲶鱼的家伙利用，他们是投机者，为了不用带娃，他们会趁机将自己卵也排在其中，而生存大戏就在此展开。在这不久，雌雕妈妈就会将自己没有发育成熟的宝宝吐出来，然后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他们错把这个早熟的家伙当自己的娃，然后慢慢养大。生存竞争就是这样不讲道理。你知道与人类基因最相似的山地大猩猩有多聪明吗？小猩猩在3岁就要学习利用工具，猩妈教得很有耐心，但这与小猩猩的努力学习密不可分。它会用不同的工具做尝试，小石头、树枝、大石头，它会自个儿琢磨总结经验，然后再去学一遍。但它早已学会用树枝挑出够不到的美味。与人类一样，他们的知识是一代传一代，他们总会越来越聪明。很庆幸，当我得知他们被人类保护，数量突破1000只时，我希望人类不要再减少他们的栖息地。然后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养一只会不行？